的手在哪边？不是手在这，抓痒这里，两手。试试的吗？下次换一件衣，叫妈妈帮你弄。好，然后先做试。你要专心，你都不专心。两只手，好，预备喽。停，二三，大班长的手在哪？再次，先停再试哦。停，二三四，推五。停好，五在哪？每一个人的五不一样哦。好，然后六七八之后就要走位置，对，好，通通，还没，还没通上。所以等一下，我要看每个人手哦，好，预备喽。五六从头，停二三四头。五六七八干什么？三吗？对呀、啊，再试，还有人五六七八就飞了，再试五六再一次，停二三四转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走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转转转转转转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然后两排，第一个灯没有动作。十分了。第二个灯开始哦。一分了。孩子乱动，我怎么站呢、啊？第一个要站好哦。
们听到一个咚的重拍的时候，你的手就已经要转了，就不然就会太慢。再次，有差一点点，再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再次。然后那个云珍第二个灯要干嘛？转头。对呀、啊，你都忘记转头。第一个灯很明显，第二个灯的时候要转哦。好，再次。你们两个男生，你们的这里两个怎么都快一样了？好，你们先站好，站好，站好一个姿态。好，我数一二三四。云珍，你乱走，后面的人要跟着乱走。你站好，要叫就定位。那你为什么凸出来？对，好，站好了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四在哪里？为什么有人投降的手？四。好，再试五六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，五的手在哪？手要伸直，谁手这么短？拉开，拉到最开。对，还对了，五六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。哎，你们这边都很慢哎，你们要一起，一二三四，要一起，这里要整齐。五六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，自己的动作哦。好，六七八，再次五六，再一次，一二，大班长不要给我发呆，再次五六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倒选太慢了哦，五六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好，这样子哦，好，等等哦，要转头，然后第三个手才上去喽，开始。三四进五六七八，走二三四，二三四，我做一次哦。下个礼拜要练转圈哦。好，再次开始，排整齐。等等等等，没抓拍，再次。好，注意听哦，因为前面的灯有一点小声，安静。然后云珍专心一点点，脚并好。好，开始喽！你要站好，不要乱动，后面人会跟着乱动。开始。下个礼拜来要练转圈哦，下课。